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。这会儿他们拿多肉的来了，就是我上次不是说在我们本地的一个大棚里面挑的肉肉嘛，有很多法师醉话呀、法师呀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多肉。我有的是准备回来空的，有的是本身就比较好的。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有哪些。他刚刚都给我发信息说来了，我们到前面去。边边上摆，挨着他的摆，把筐子拿起走，莫把他的壳子。后头这龙还有点多。这个鱼很多才摆，不要摆好大一片边。刚去吃了午饭，这会儿来给大家看肉肉，看一下今天弄回来的有哪些肉肉。当然，这次最多的就是这个法师了。这次的法师我都超喜欢的，因为特别的好看，而且杆子都特别的老。有的法师我都不知道名字，都长得太一样了，我到时候还得问他。你看这杆子全部都是木质化的，这些全部都是这种很多头，然后都特别的有那个质感。这些出了状态肯定美得不得了，一个扇形的超美。还有这边你看，这些都我都超喜欢。我还弄了一些柠檬玫瑰，这个柠檬玫瑰我准备脱土自己控养，控老了控出颜色了，然后再出。最多的这一次可能就是那个雨燕座了，这个雨燕座好像几百盆吧。这个雨燕座我准备就是把一些像这种长得不好的我就给砍头重新插，搬一些叶子下来，长得好的我先放着，等到春天的时候再来弄一部分。春天换一些大盆，掰一些叶子，让它从下面剥一春天的侧芽，换成大盆，然后一部分可以出一部分这个。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找这个品种，就没有找到，就很少有这么多，然后价格这么合适的。我想要弄一批做母本。还有这边这个雪燕这样看着是很健康的，但是我发觉了它这个杆子有一点，就是一节高一节胖一节瘦，瘦的在下面，但是它下面爆了很多那个侧芽。我就说要不然带土球让它自己爆侧芽，爆全身出来，这个样子下面那一节也都不存在了，这样子。还有这个洛神我也是准备要自己控。你看这个嫩的那个叶子掉一地，我得自己控一下，给它控老一点。最多的就是这边的这个法师，然后这边架子上的这边的也是法师，全部都是法师，超多的法师。因为他之前就是这个朋友吧，他之前家里主要就是种法师的，所以说他家里这种老庄的法师，这种很有型的法师特多。然后我就挑了些，他本来说让我把他那个棚子的法师打包，他会给我便宜一些，但是我想了想他那里面乱七八糟的太多了，我还是自己挑一些比较好看的然后回来，哪怕价格高一点也是划得来的。他那个太多乱七八糟的，我回来相当于那啥，我好多都得回来砍头，还是划不来。你看嘛，像这些，这一颗是他给我挑的，是我自己挑的，头很多。你看，这每一颗都是超多头，这种，我觉得这种法师特别的有那种感觉，尤其是这哇，这一颗头才多，天哪，这头挨着头都快看不出来了，就好好看。这法师喷点水更好看，但是。法师的话是那个春季的末，那个时候是颜值最高的，像现在它颜值都不是很高，只是说像它这个法师干水干的比较厉害，你看都是全部这种小朵朵的，特美。这杆子全部都是木质化的，超好看。我感觉我这一批回来我又得整理好久呀，这些法师该换盆的换土的
重新都要给它捯饬一下，不然的话还不好弄呢。这个看这些，哇塞，这些到时候结果发，我觉得那个箱子可能没那么大，发货还有点不太好发，我还要先研究箱子了我才敢给大家拍照。像这种你看嘛，它这个装子，装子全部都是木质化的，不是那种嫩厚厚的那种小嫩苗。你看看这个枯叶就知道它这个是供养了好久的了。我当时我就看着它这装子，我觉得特霸气，所以说就一不小心就挑了这么多出来。还有这里买了一院子的法式，你看我们家原先那几棵比较老的法式，最近就是开始生长季了一样，一下子那个花骨朵就张开了，以前就包的像小玫瑰花一样。那这边还有好多本地的朋友，你们有喜欢法式的朋友可以来家里啊，这个自己拿回去绝对随便上个盘儿，那你说值一两百，那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看这里好多，全部都是这种，看吗？就喜欢这种，好有质感，好多头，我超喜欢这种感觉。我要上一些，上一个，我要不要就弄一个那个法式墙，一面全部种法式，我觉得应该也很好看。我突然感觉我这边这个架子的花有点不香了，我得把它们全部捯饬一下。这里面突然感觉它们都不美了，以前觉得还挺好的呀，长得长长的，然后慢慢的，我感觉我要把这边慢慢的给它弄了，要不然就种一面法式墙，把这边全部把那个法式全部放上面，给它换盆儿，全部换成盆儿，或者是不换盆儿也可以。其实这些盆儿红色的配着也挺好看的，就给它直接放上面，也挺好看的。把这上花架上面的全部给它弄下来。该铺地里的铺地里，该种大盆的种大盆，好多事情呀，干不完的事情，天天的，对吧？我又去干活了。